口子要圆，肚肚要平，要打多少锤啊？要打个几千万把锤，要这个锅，再拧着一下，起码都要1-2万多锤。 因为一是排毒，二是好打些，就是说要趴些吧。这个温度有多高？这个温度1000多度，大约是1500-1600度吧。 中国也是一样的，中国现在这个发展的很快呀，你看大家的这个物质的这个生活水平，越来越高，所以说对这个精神上的，还是对物质上这个就是对情怀上的这些东西呢，它也逐渐的有了更高的一些要求，所以说就是在这个手工的东西这一块呢，还是有很大的这么一个机会，值得去做。 更有温度，而且更接近小的时候的记忆。小的时候，几乎所有东西大家买的都是不是那种工厂批量流水制出来的东西，都是一件一件打出来的，所以会觉得更好一点。